Ja.反正我没有铁头啦，是没差啦。追击者，对，追击者也好容易被压欸，太大只了。跑痕。哇，不翻版欸。这边我觉得还是要跑过来，就是我还是要让多一点人上刀，这样。也个人逛这边有消极。他有扩张加速啊，他更胜一筹啊，完了。三个人受伤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追。这人怎么会有扩张加速啊？结果啊，载货钩来一根，漂亮。哈奇是不是也这么胖？当然。要比胖，我可是不会输的、啊。好，给他救，给他救。矿王加速，我其实我觉得改版后应该会蛮多人带的。认真讲的话，哇，没卡到他，可惜了，小。居然没有卡到他，啊！怎么下板啦？哭啊！我没想到他这边会下板，小亏小亏。这有个半血的，这跟说好的不太一样。你是有 day 哈，我就知道。连这种不看黑妹的、不看后面的黑妹都会带 day 哈。好嘞，这就挂。霍比特人是什么？这个我不知道。见识浅薄。厉害！我刚刚想要赶快去捡那个地板上那一只，因为它是不痛不痒。我知道它快起来了。哎，结果，结果有一个人来闹，不知道在干嘛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回防回防。这个是不是任务啊？人类是不是有任务要带不痛不痒之类的？我最近好常遇到、哦。我没有关系，不痛不痒也是给我上钩。哦，难怪有任务是不是？但他有 day 哈啊，不痛不痒不就是本来就要搭配 day 哈用吗？不然很容易死掉哎、欸。
控一下其他地方。刚远距离的都一直没有在控。有人，再来料理一下他。黑妹，我原本想说有没有板子之类的，没板，再去挂。永远不治可以爬起来，没错没错，所以不痛不痒放倒都要特别注意哦。就你不要把它当成一般的放倒，要赶快去扛起来的那一种。没能量了，差一点点，那个门没开啊。要打头，防一下好了，楼下再快开了。我感觉你要再吃我第二个咯。没有吗？我以为他要再吃我第二个破板。没有就算了，下次再请你吃一个大的。红配加乔伊的混音带，乔伊的混音带是为了让他们不要补血。萧姐最怕的就是他们会补血，应该不是说会，应该是说萧姐最怕就是他们扣99，这样扣99啦。那我带乔伊的混音带，因为出血的状态，他们就只有两种选择，一种就是补满。那我就可以触发我的消解，另外一种就是他们维持着半血，那我就是一刀一只，一刀一只这样，这是我的想法。啊！像他们这场就是都不补血了，因为失血的关系，他们就直接选择不补了。绿徽章是重伤吧，还是不治啊？哦，绿徽章好像是不治，不治只有20秒啊。失血就是让他们选择两种，要么补，要么不补，这样，所以我才带这个乔伊的混音带。那这场明显他们是选择不补的那一方。哦，60秒吗？哦，60秒的话，那可以考虑带一下。可是60秒。还是有可能会遇到扣99的情况，打消解遇到扣99真的超亏，我自己遇到过好几次了，我就知道了。因为他扣99，他可以先补一个 day 哈，然后你没看到他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在下板，然后他再把自己补满，那就很尴尬。嗯，什么？放弃了吗？没了，被跳走了。又被跳走。Go.
欸，被自己卡住，太棒啦！被自己卡住了，太胖啦！我那个角度没放好。嗯，他的动作是怎样？他怎么没翻？